看这瓶子。你咋那么懒呢？那么两步都不愿意走，非得往里撇。不是，那我能扔进去，我走过去干啥呀？我闲的吗？那不是。那你要扔不进去呢？我不可能扔不进去，我向来弹无虚发，百发百中。不信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俩就赌一下子。我要是没扔进去情况下，我给你舔脚；我要是扔进去，我要是扔进去的情况下，我这个烟它也快抽没了。你一会儿下来给我买一点，行不行？嗯，行。说准了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拿那么远干啥呀？扔吧，就一次机会啊！开始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没人去，拖鞋吗？